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实习的实作。那么这个实作呢，需要用到两台的这一个 router 啊，然后互相的连接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这边呢，用两台1841。那这两台1841呢，我们中间呢，用这一个Serial 的线哦，来把它做连接。那在连接 Serial 线之前呢，哈，我们必须要这一个把这个模组 WIC2T 接上去。那我们先把电源关掉，然后按 WIC2T 的模组接上去，然后电源再打开，然后另外一台也是一样，把电源关掉，然后 WIC 的IT 的二 T 的模组，然后接上去，然后再把电源打开。那这时候呢，哦，我们要选择这一个 serial 线。那 serial 线的部分呢，哦，我们这边一律统一。哦，DC 的部分，我们一律都是用 S000 的部分，哦，来模拟这一个 DC。那么它会发送这一个 clock rate 时脉速率。那另外一个呢，S001 呢，就是当做是 DTE，也就是 client 端啊，它只有接收这一个时脉速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选择 DCE 的线，那这一边呢是放在 Serial 000，那么接到另外一端的 Serial 001，那么再选择一样 DCE 的线。在右手边这一个 router，然后 C 的000的部分，然后接到对方的001的地方，啊，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接线的部分。所以呢，这两组呢都可有机会模拟 DC 跟 DTE 端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先针对左边的这一个 router 的部分，好，我们来设定这个 IP 的位置。好，那左边这一台呢，我们它是 router A 的部分，好，我们来设定这一个 IP 的部分。啊，互动式的设定我们都回答 no。Enable 进入特权模式。Config Terminal 进入这个全域模式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对这一个界面 Serial S000来进行设定。那 S000 的 IP 位置呢？哦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哦，10.12.12.1。那遮罩是斜线24。那设定完了，不要忘记要 no sha。那么再来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IP 呢？哦，我们也是一块的设定。哦，回到上一层。哦，界面 S001。那 IP 位置呢？哦，是10.41.41.1。那 no sha，哦，这样就完成了前面两个部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要设定这一个 loopback 的 IP。好，那172.16.1.1，那这个部分我们要先跳出来，回到上一层，那么再选择这个 loopback 0。然后 IP 位置172，
0.16.1.1。那这个斜线29表示它遮罩是 25.25.25.248。那这个 loopback 可以 no 消也可以不用，那我们这边习惯的话就把它直接 no 消。那这边就完成了左边第一台 IP 的设定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呢设定右边这一台的 IP 的部分。好，那进去之后一样互动式的这个设定呢，对话设定选择 No。 那 Enable 进入特权模式，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域模式。那这一边的话呢，界面是这一个要设定 10.23.23.2。 好，那我们来进入这个界面 S000 的部分。好，那设定完要记得 no 消。那么再来回到上一层，那么现在要设定 S001。 那 IP 位置的话呢是 10.12.12.2。那设定完之后记得 no 消。好，那么现在设定这个 loopback 0的 IP。 好，回到上一层，那进入这个 loopback 0，那这个 IP 位置 172.16.1.9。那遮罩一样是斜线29，也就是.248。那完了，你可以打 no 消。那么按照实验步骤啊，我们要对 DC 端设定这个 clock rate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在右边这一台，好，我们先这个回到上一层。然后进入 S000 的部分，因为它是 DC1， 所以我们要设定 clock rate。 那这个步骤要求我们设64000。那设完之后呢，回到另外一边左边的这一颗也要设定。那回到上一层，那一样是针对 S000 的部分，好，来设定10脉速率，来设定这个64000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两颗 router DC 端10脉速率的设定以及 IP 位置。